大乘经上佛说的，疑是菩萨最大的障碍。那菩萨因疑忽略了净土，啊，遇到这个法门，他怀疑，他不相信，啊，把机会错过了。这个错过真错过啊，因为它确确实实能帮助你一生成就，啊，其他法门不一定，你没有那个根性，你没有办法成就。啊，我们自己一反省就晓得，烦恼真能断掉吗？情执真能放下吗？丝毫放不下，你就走不了，就出不了三界。啊，我们生生世世搞轮回，不就是这个原因吗？这一世能不能放下？说能。那嘴巴硬呢，不是真话了。讲老实话呢，那未必，那这客气话。讲真话呢，不能，真正做不到。啊，这个时候怎么办？除了信愿持名，你没有第二条路可走。啊，你自己能走得通，别人走不通。啊，那你自己是有像慧能大师这样的智慧，你行。你度众生，一个也度不了。为什么？没有这种根性。啊，那净土这个法门，你弥陀法门，这个法门了不起啊！无论什么根性。平等的路啊，再找不到第二门了。升到极乐世界，借作阿惟越之菩萨。世尊讲经49年没说过这个话，一切经里头都没有，只有净土往生经。啊，这个三经一论里的有，其他的没说过。我们生在末法时期，末法10000年，现在是第二个1000年，第一个1000年过了。啊，人的根性，一代不如一代。啊，那么多法门摆在面前，我们有什么本事修？啊，年轻要强，好胜无知，啊，大经大论去探索。啊，这我自己干过的，至少干了30年了。啊，然后从这些大经大论呢，才回头。啊，这个就是说，叙事还有一点善根。为什么？没有善根，不知道回头。啊，我有一个老朋友啊，我们非常要好啊，延培法师。啊，一生研究教的，啊，向往法相唯识学，发愿求生弥勒净土。有没有去？没去。弥勒净土难呐，要修。5重唯识观啊，李老师当年告诉我们，每一重
都要三四十年。五重唯识观，就算你修得很顺利，从时间上来说，都要两三百年。你能活两三百岁吗？啊，那一条路没把握。啊，民国以来有修成的，只有几个人，啊，三四个人而已。啊，虚云老和尚修成了，啊，他生多少天？是不容易。僧都率天啊，那个地位是声闻缘觉，不能跟极乐世界比。极乐世界凡圣同居土下下品往生，也做阿惟越智菩萨，他怎么能比？所以这个法门遇到了，多么幸运！啊，我们遇到了，遇到了，不能完全相信呢。啊，为什么呢？还想这个，想那个，想的很多。心不能够止于一处。如果心真正心止于一处了，什么都放下了，这是真的。啊，以前斤斤计较，现在呢，恒顺众生。啊，你让我只笑一下就好了，很好，好，很好，不好也好，没有一样不好。人人是好人，事事是好事。不放在心上了。啊，心上只有阿弥陀佛，只有无量寿经，这真正叫至心一处，无私不办。啊，现在我们办什么事情呢？我们办往生极乐世界的事情，其他事情随缘。啊，有缘是利益众生的，这个要办。但是办这个事情呢，不碍我自己，对我自己有妨碍的，我才不干。什么叫妨碍呢？放在心上就是妨碍。啊，做天大的好事，做得非常认真，但是不放在心上，心上就是阿弥陀佛，除阿弥陀佛什么都没有，这叫真念佛人，叫真信佛人，真求生净土的人。干这个才行啊！啊，摆在眼前的是件好事，我们要帮助他化解灾难。啊，能不能化解？能。凭什么？凭大乘佛法今天科学的报告，这是有力的凭据啊，那就是一切法从心想生。科学家的报告，意念的能量不可思议啊！一句念头啊，念头能够集中，不要散乱。
啊，我们今天意念是散乱，而且全是与恶法相应。啊，自私自利，名闻利养，七情五欲，贪嗔痴慢，跟这个相应。所以社会乱了，灾难来了，原因在此地。我们今天反其道而行之，放下自私自利，去学无我。无我是真的，有我是假的。确确实实无我。无我当然就无我所。你才能真放下了，真随缘了。那我生活怎么办呢？你得相信因果，万法皆空，因果不空。你命里不是饿死的命，什么都没有，到吃要想吃的时候，就有人送来给你。哪有这个好事？真有这个好事。为什么？这叫感应道交。没有人送给你，有佛菩萨送给你，有鬼神送给你。无量劫来跟我们有缘的众生太多太多了，我们起心动念都有感应。善缘结得多嘛，走到哪里都有人照顾你嘛。广结善缘，决定不要吝啬，吝啬的人没福报。广结缘的人福报太大了。所以决定不怕了。喜欢布施真真实的有慧眼呢，晓得哪一种布施是得大福报，哪一种布施是小福报，哪一种布施是真福报，哪一种布施是布施错了，埋藏着灾难在里面。那个国宝是三途说明了什么？没有智慧的人想修福都想不到这个世间有钱有势的人多，他能修福吗？他如果修福，来生的福报更大他也想修福，修的都不是地方，修错了像种稻米一样那个地方不是肥田呢，是沙粒，长不出稻来种子撒在那边白丢了。这样的人太多太多了我们都能看到真正的福田，种下一点生大福报。所以修福还得有福的人，他才真正种到福田，没有福的人全种错了也没有人知道他，知道他他也未必会相信这个认知非常不容易张家大师叫我修福，这命中没福吗？我是读印光法师文钞学到了，印光大师一生修福，就干一桩事情，
印经，设方供养通通来印经，这个好，没有流弊啊。他自己开了个小型的印刷厂，就是苏州报国寺的红花社，那个老板就是印光大师啊，设方的供养通通在那里头啊。当年呢是签字排版啊，红花社印的书不少。我第一次在香港讲经，住在中华佛教图书馆，里面藏着印当时红花社能找得到的，统统都有，这非常丰富。我喜欢这个本子，字大啊，这个装订排版很大方，看起来很舒服，校对很精确，就错字很少啊。这善本呢、啊？啊，印足一生的心血在这个地方。啊，我就学他老人家了。啊，大概是90%以上，这些供养通通印经。啊，印善书。啊，再少许一点，有时候帮助救济灾难。啊，跟放生、布施、医药，啊，这占很少。啊，这个要懂得了。啊，确实，盖寺庙啊，我真的是没有拿一分钱。啊，所以也有国报，我也算没寺庙住，不帮助人家盖寺庙，我也没寺庙住，到处流浪，啊，还不错，到现在有人供养我一个，小茅棚，啊，我很满意了，啊，一生乐此不疲。啊，这个真的要很细心。啊，细心观察，看古人，向他们学习。啊，印祖是我们最好的榜样。